我费尽心力做了这么多，可还是没能救回你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做这些究竟有什么用？ 不必向我道歉，我没有生气，你也不必向其他人道歉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这世上那么多人过得称心如意，为什么就我过得那么艰难？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老天爷将在我头上就是。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家人？别怕，都会好起来的。 才能把事情做好。